且关系能够建立得好嘅，即系话我哋周围都有朋友，咁其实对生活上嚟讲咧，都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嚟嘅。街坊街里啦，即系大家咧，可能互相咧守望对方啦，嗰种精神咧系即系。我好向往，尤其是啲節日啦、新年啦，即係各家各户整一啲唔同嘅小食啊、糕點啊去 share 啊，大家可以做到互助互愛嘅話咧，就大家了解大家，咁大家就可以凝聚一個正能量，互相咁樣嚟都係去扶持啦。咁有咩嘢，大家又傾下，又講下，咁啊最好嘅，最好嘅，守望相助啦，互相關心啦，互相扶持啦，有一個和諧嘅社會。最好咧就係同隔離左右都打成一片嘅，咁又唔使鎖門啦，咁啊自己煮完飯煲個湯又可以拎去隔離左右分享。遠親不如近鄰啊嘛，咁啊鄰舍嘅關係梗係應該互相關懷就最好啦。其實隔離鄰舍一埲牆，一埲牆即係幾嚿磚頭嚟嘅啫，大家無視咗幾嚿磚頭，就好似一家人咁噶啦。出門後都會同隔離左右打聲招呼啦，應該大家互相協助，有陣時我幫下你，你幫下我，祝大家心想事成，開開心心，個個都賺到盤滿缽滿，每日都開開心心啊，可以夢想成真，就是香港呢就是繼續繁榮，咁咧就我哋可以咧係和平共處，鄰舍好，鄰舍第一，耶、yeah!